面试哦。面试啊。你是不是有来参加我人晋江的 audition？ 有。对啊，昨天我是在晋江那边比过。欢迎来卡拉的魅力无法挡，比晋江的选手纷纷来跟门入再战舞台。我想要给自己再多一次机会，再去尝试挑战，希望可以得到好的成绩。爱讲波少买人家经验啦。因为我喜欢来，欢迎来卡拉。感谢黄文生老师先啦，因为我本身是无受过经验的，阿咧歌唱训练，没有受过专业的歌唱培训。对对对对，了有来真，够欢喜，够谈吸取经验，听，对哦，够专业的，阿你管都大家欢喜啦。总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的，我相信是可以的。再战舞台，伊人会得到好成绩无？